好，主席、副主席，还有各位干部，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所以我们会先点灯，大家请先不要急哈。新加坡的人呢，很高兴，也很欢喜，但是都是最后一天才给我一堆问题。有些我可能就要过几天打电话给你哈，你每个问题师父都很重视，但相关的法义我待会才会回答。先打开讲义191页，那因为我们是第七次讲经了，所以我就不重复。在前面呢，我都介绍了点灯的意义功德，在后面附录的地方有佛说施灯功德经，请你自己可以用心看，请看幻灯片。好，请不要讲话，把心静下来啊。第一，我们点灯的目的是为利众生愿成佛。首先感谢这连续七次，然后静明的主席跟静明的干部邀请我讲这部经。我待会呢点完灯可能要开火车了，播音747，我要讲非常的快，所以请各位包涵，所以把心静下来比较重要啊，因为我还有很多话、很多图片呢要给各位看，所以点灯是为自己跟一切众生都会得到很多利益，所以你的历代祖先、幽冥界众生，乃至于你现在朋友生病了，待会你都可以观想他在旁边，他都会得到无量的利益。透过点灯与发愿，你会得到无量的利益。至于音乐，191页有网站，有些莲友要学得独立一点，不一定呢你什么东西都要师父做为你做，其实我已经列了网站，你可以从上面下载。好，阿底峡尊者是在新旧噶当巴，在藏传佛教呢100年朗达玛灭佛，就像中国佛教一样，遇到三五之祸，没有佛法僧三宝，所以他被引请为进入西藏。请看幻灯片，阿提夏尊者的右手边那个舍利塔里面有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他亲自带到西藏，而且听说到现在还保留着。然后这个作曲是由这一世尊贵的第十七世冈玛巴，也是我的上师之一啊。然后呢他作曲，所以我们也在尼泊尔点了10万盏油灯啊，为一切众生回向。然后这是我们桑耶金舍做法会的时候呢，全部免费随喜功德的这个点灯图片。好，那现在请翻开191页。首先我会唱6字大明咒，请在唱的时候你把心静下来，你就可以观想发愿，不用站起来，从左右两边一起传。待会我会请6位上来，然后呢我会唱6字大明咒，也请你大声唱。等唱好了以后，捧在心间第191页的发愿文是用念的，我念一遍你跟着念一遍。接下来192页的唱诵文，唱的时候请大声唱，唱3遍，会听 MP3。 所以在你发愿的时候，你可以发释出世间所有的愿望。有些人可能身体不太好，有人希望工作更顺利一点，有人呢觉得自己菩提道上呢找不到良师益友好环境，你都可以发愿。但是师父最后期望你加一条愿望，老菩萨专心听，别紧张，请你发愿，愿一切众生将来都往生佛国净土，正道不退转位，就近成佛。因为我们菩萨道当中都会进进退退，你将来想要去西方极乐净土，要去东方药师净土，或是你要上升兜率内院见弥勒菩萨，师父都赞叹你。好，你要见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菩萨，我都赞叹你，因为你见到了跟着佛，你才不会退转，了解吗？最后看192页，念咒呆呀他满愿咒的时候呢，念3遍，完了会念阿弥陀佛，然后呢就一样传灯，由中间往左右两边传，然后呢也可以超度你的历代祖先，我会很用心的观想。好，请等一下，
机。好，请唱六字大明咒。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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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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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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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 请坐。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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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 请往旁边跟后面一起点，往旁边跟后面一起点。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往旁边后面点。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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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Hum, Om Mani Pad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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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楼下有点吗？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玛尼呗呗吽，唵玛尼呗呗吽。好，请你右手捧着这个你的灯放在你的心间，不用捧很高啊，因为我们需要点时间。然后请翻开191页发愿文，没有课本的话请两个人一起看。发愿的时候请很虔诚观想，一盏灯变三盏，三盏变七盏，七盏变无量无边，像天上的星星一般。若老菩萨你想不起来，可以看净明佛学社左右两边的灯，就像这样一盏一盏一盏呢，哎，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好，我念一句你跟着念一句。好，把心定下来。愿灯具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愿灯柱仅成须弥山王，愿灯油仅成汪洋，此灯之数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愿此光明消除三有顶以下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明之黑暗，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皆得显明清见。Om Benza Aloge Ahom， 这叫神变咒，请你观想一盏灯变成无量无边盏，把心定起来，用几分钟 几秒钟观想一下，然后就再开始唱点灯祈愿文。麦克风请开大一点，谢谢。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师父会控制。一起唱，希有光明自当住，从先贤界见佛灯，十方极十尊同体无法中，贪嗔三种心奉献，心中此生已经得所生，艰难情劫佛净土，愿与愿几经加倍
好，大声唱第二遍。岂有光明自当主，共献献解见佛灯，无光大十方尽，世尊恭敬无法中，坦诚身中尽奉献，各所生艰难境界，佛净土愿与一陀报，三根重地灵无等如此说法缘，其情加倍殊胜。很好，第三遍。岂有光明自当主，共献献解佛灯，无余妄大十方尽，世尊恭敬无法中，坦诚身中尽奉献，向右旋转，慢慢的。哎呀，爸，你的右边，本扎枝呀，阿哇波达，阿耶娑哈，哎，啊，本扎。
哇吱呀，啊哇波达，啊耶娑哈，贝啊贝扎吱呀。心间很好，这叫满愿咒，满你释出世间所求一切的愿望。所以现在开始，我会敲木鱼念阿弥陀佛，请你观想你的历代祖先坐在大宝莲花上，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伤害过的冤亲债主，有缘无缘的呢，通通坐着大宝莲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及往生无量无边的佛国土。然后我敲木鱼的时候就开始，不用站起来，左右开始传，干部请准备。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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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大声唱，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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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往旁边传，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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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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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佛，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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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显密圆融的点灯就圆满了，谢谢大家，也谢谢很多的干部。好，现在我们请合掌一起跟我念三称本师圣号跟开经偈，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各位翻开讲义183页。请看经文，请看幻灯片啊！我找到以前的除盖障菩萨，谢谢新加坡菩提阁提供我这张照片啊！他们有木雕的很多照片，除盖障菩萨，请看丁武，本尊显现灌顶加持分四，务一智求明应。就是智求明应的意思，就是说一心一意的希望能够见到佛菩萨。尔时除盖障菩萨白法师言，白法师，这个法师就是指波罗奈的那个位法师，是一个破戒的比丘，但是不清净，但是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与我六字大名陀罗尼，使彼法师正念思维而虚空，忽然有声音说：圣者，请你慈悲地传给除盖障菩萨他们与会大众给六字大名陀罗尼的教法吧。使彼法师思维，法师呢，哎，就思维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于虚空中复出声云：圣者，这是菩萨多生多劫的六度加行真诚的所求而产生的冥冥当中的感应，所以请你给予六字大名陀罗尼的教法。好，在这里做一个记号。有些人会说：师父，我有时候在空中听到一些声音，答案那是幻境。你听到人家跟你讲啊，好，教你一些佛法，可是这里不同，请写下来。因缘果，因是你要真心智求，第二祈请上师有这个善缘，果你才会听到佛菩萨的化身，然后在虚空中为你说法，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幻境。那假如你无意中呢，走在路上，或是你在心散乱中就听到有人跟你讲，那是幻境。因为只有一心才会见到佛，这个写下来，这是你要判断的标准。因为有些莲友曾经问过我说：啊，师父，我听到声音跟我讲以后，我晚上就睡不着的。佛菩萨不会晚上让你失眠的。有时候你要有智慧去判断。好，接下来看智求明应。昨天给各位看过这个图片啊，就像南传，你看小沙弥他拿着花真正去供释迦牟尼佛，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手，非常非常庄严。好，你要真心求，所以先决条件你的心必须要一心一意真诚恳切的求。你再看一个南传的比丘，他拿着花供着啊万德庄严的释迦佛陀，然后呢，这是石雕的，非常的高啊。他在佛的脚前面呢供花，就像我们刚才虔诚的供灯，你有这因缘果，佛才不是还会显现。那这一心一意像什么呢？好啊，一念相应，请看幻灯片。我自己是不会打撞球，不过我为了准备这个讲经啊，我准备了半年，师父甚至闭关过一个月。我在关中念佛的时候呢，我读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所以我把它做下来，然后我就上网找图片啊。请问一下，在座会打撞球的请举手。大家这么乖啊？啊，有啊，不要假假的嘛。啊，没有，你会打跟没打都没关系，师父只是做譬喻。注意看，撞球一个一打的时候，所有的就会变，所以写下来。一念善念升起的时候，也会影响其他人的心念。
心念很抽象，但是透过这个图片可以让你知道，其实你动一个嗔心，比如说先生在家里破口大骂骂家人的时候，小孩子全部呢啊，爸爸像鬼了，我们全部躲到房间去吧，先把门锁起来，对不对？你不要小看你自己的念头，你善念升起，你带来给家人欢乐的时候，所有人也都是很欢喜的。所以一念善念升起的时候，就像撞球一样，一个球会啪影响所有的人，何况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就像刚才我们点灯一样，一个传一个，传一个一个一个，对不对啊？整个大殿都充满了光明，法师本身的灯没有减少，我也没有增加，可是呢大殿全部都充满光明，这叫一念相应。接下来再看经文，悟二亲见本尊，十比法师观见虚空。莲花手，莲花吉祥，然后呢如秋月色，然后有法髻宝冠顶戴，一切智殊妙庄严。请看最后一句，大悲观世音菩萨四臂观音显现，他是拿莲花的，所以早期观世音菩萨在二三世纪的时候叫做莲花手观音，传到西藏才会变成四臂观音。昨天也有给各位看过图片，我就不重复啊。然后呢他万德庄严当中呢具有啊所有一切的庄严功德，最重要有无量的般若智慧。接下来悟三宣说明咒，这时候见如是身相已，法师告诉除败障菩萨说，本尊现前了，善男子，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会亲自为你口传六字大明咒，可令于汝六字大明陀罗尼，汝应该谛听，把谛听画起来。常常我们诵经讲谛听，佛陀讲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这时候十比这个除盖障菩萨跟与会大众就恭敬合掌，听是六字大明陀罗尼曰，嗡玛尼巴德美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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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在经文里面讲正式的上师为你灌顶口传咒语，因为西藏有很多咒语，中国大正藏里面有很多咒语，所以有无量无边的咒，所以有些咒你也不一定清楚啊，请看幻灯片。所以这就是四臂观音，所以传六字大明咒成为万咒之王。接下来当他一念的时候，悟四正三摩地，三摩地这里讲是指无上甚深的禅定，可见念咒可以让你入禅定，不是说只有修禅法才可以入定，念咒也可以让你入禅定。请看经文，于是于彼陀罗尼时，其地大地六遍震动，这个代表就诸佛菩萨的这个咒语震动一切众生的身心，除盖障菩萨就得此三摩地，复起微妙会三摩地，又发起了慈悲三摩地，还有相应行三摩地。经文只有列出三个，是代表无量无边的意思啊，尤其是他得到的就是慈悲三摩地，还有微妙的智慧，然后呢相应行，就是他所修的呢都跟一切诸佛呢所讲的教法是相应的。好，到这里所以我要解释一下亲见本尊，请专心听哈，因为师父必须讲经啊，我毕竟是讲经法师，所以我先要尊重经，把经文讲完啊，然后呢我再讲引申意或补充。第一个，亲见本尊我们一般很难见到，那你在对于有修持证悟的上师，当他在祈请的时候或是他在唱诵的时候啊，本尊真正就现在虚空当中，你看不到，但是他会放光，所有参加的佛弟子他都会有一个分身在你身上，这叫三昧耶界保护你。
所以有灌顶跟没有灌顶，冬密跟藏密呢，这是很重要的。有正悟的上师在迎请或祈请的时候，本尊就会真正的降临而显现，就像这个经一样。你看除盖藏菩萨去拜观世音菩萨化身的比法师，透过他的缘，他才亲自见到观世音菩萨现四臂观音现前。好，在这里有一个佛友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师父在这里回答。师父，请问弟子想请问，修净土者念阿弥陀佛名号，是否只能呢念阿弥陀佛，其他的圣号就不必加持呢？如师父所说的，新加坡的徒弟子好像都很喜欢跑道场，地藏诞就念地藏经，观音诞就念观音圣号，请问我有一点呢觉得糊涂了。我觉得你好像还是真的糊涂，没听懂我在讲什么。专心听，我讲中文嘛，不是讲尼泊尔文嘛，对不对？我这几天讲经的专精 focus and concentration 分两个层次说，佛号跟经典没有问题，问题是一，你内心里没有信愿行；第二个，你很贪，对任一个佛号都没有信心。举阳说，师父这个法会结束，下个礼拜新加坡还包含净明佛学会全部都送药师经啊，你送药师经的时候你就很专心念药师佛号啊，念药师咒是有功德的。我要讲的是指说，你的心对没有信愿行的话，今天抓这个，明天抓那个，后天抓那个，后天抓那个，然后一天呢就念了很多个，十几二十个，结果呢一个都没有力量，听懂吗？是你心没有信愿行。第二个，凡夫的心很散乱，你的 energy 跟 time 你没办法 concentration， 就是专注，了解吗？了解吗？比方说你看师父的手，水从上面流下来，如果流一个水管的话，那水当然就很大，我说分开变五个水管呢，水自然就变小。就是你今天念个，明天念那个，后天念这个，后天大后天念这个，所以你的念力都分散了。所以印度人曾经说一个笑话，印度人很虔诚，他修瑜伽禅定，念一百个本尊呢，就一百个本尊都现前。西藏人呢修一百个本尊，一个现前。华人呢修一百个准尊，一百个都没现前。这是仁波切里面很喜欢讲的笑话。这说明什么？西藏人跟印度人，印度人他瑜伽禅定很深，所以你心念很深的时候，你念一念本尊就现前了，就像插头一样，插对了，啪嚓，太阳能的灯你就亮了。你先东抓西抓，东抓抓了很多，注意听，你念的咒，你念的经，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教法，法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你自己没有信愿行，这样听懂吗？接下来回答第二个问题，那净宗学会因为要鼓励专修专弘，所以他劝你是念阿弥陀佛，很好，但是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往生，他们说不可以，答案可以。为什么？我有佛经根据，比方说各位拜大悲忏，若有众生你受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是不成等正觉。在往生论里面呢，很多人呢就是念大悲神咒回向欲障大悲力，现身求净土。所以西方三圣同时会来建议念阿弥陀佛跟念观世音菩萨都可以。再讲得更广一点，极乐世界有八大菩萨，你念地藏菩萨，念完地藏菩萨再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去极乐世界，但是有些法师跟有些居士非常固执，分别排斥，说你不可以念其他，只念念阿弥陀佛。谁说的？佛没这么说，佛陀是说你念信愿行。我再重复一遍，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都可以往生。那假如你念观世音菩萨，看如果跟大乘跟金刚乘看缘，有些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很好，西方三圣同时会来接应你。假如你念六字大明咒升极乐世界，往生的时候是西方三圣出现了四臂观音面前，在你面前，那就恭喜你往生了，了解吗？
真的要学佛法，拜托拜托，阿弥陀佛，好不好？不要乱谤佛法。那他喜欢专修念阿弥陀佛，那你就专心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但不要念阿弥陀佛叫人家不要念观世音菩萨，那这样的人去不了极乐世界，因为你在谤法。谤法的罪过是会堕阿鼻地狱的。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讲，唯除忤逆毁谤正法。好了，我只能讲到这里，我看到我有点激动了。下一个问题，师父，肉眼可以看到虚空中的观世音菩萨吗？如有，为什么？答案可以，这段经文不就是肉眼看得到吗？答案是因缘果报具足。一，你虔诚祈请；二，善知识引导，好，包含祈请供灯修持仪轨；三，本尊现前。那当然一般凡夫来讲是肉眼，那假如呢还有金啊，我看到这边有金刚经啊，考一下你们，金刚经讲五眼圆明有哪几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跟什么佛眼。你们到底有没有听啊？你们不是念过金刚经吗？看你们一脸很茫然的样子，我应该考试，下一期开始考试好了。用心一点，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跟佛眼无远圆明，肉眼可以见佛。但是有些经文呢，在肉眼跟天眼，天眼是阿罗汉或圣者证入了，有天眼通，它有距离长短。在肉眼跟天眼中间有一个，它叫心眼。我们中国人就有一句话，哎呀，你这个人很小心眼。请问小心眼在哪里啊？好，印度的文明里面说，小心眼的第三只眼在这里，两个眉毛的中间。的确你修禅观也是这样，所以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呢，频婆娑罗王跟韦提西夫人虽然在监狱里，但他看到释迦牟尼佛，心眼遥见灵鹫山的佛陀。他们在监狱里还是没有墙壁的障碍，他心眼得见释迦牟尼佛，所以因缘果报的时候就会出现。好，这个师兄你问得很好啊，因为很多莲友到现在都还是疑惑，你念地藏圣号你就专心念地藏圣号，你要做药师法忏的时候你就很专心，每一尊佛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答案是你自己没有信愿行。了解吗？听懂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全程录影哦，阿弥陀佛。好，请看下面第六，法喜充满叹畏成友，分三。第一，勿依感恩奉献供，得是三摩地已时，除盖障菩萨摩诃萨以三千大千世界四大部洲满中七宝供养这位法师比丘。你看他感恩老师，所以传统西藏佛教的法会结束的时候都会有叫做献身口意曼达拉，其实都是按照这个经文。接下来再看，于是法师告言，今所供养未值一字，云何供养六字大明陀罗尼呢？不受汝供。意思是说，你今天供养的是物质供养，不受汝供的意思是说，其实我教你佛法并不是要贪恋你有没有供养我东西，最重要是你心要供养，真正修持。第二个解释是说，物质的供养是敌不过、这个法的供养，也就是说物质的供养是有形的，可是心的供养或法供养，普贤行愿品广修供养你说嘛，第一如说修行供养，对不对？第二依教奉行供养，第三不舍菩萨业供养，第四不舍一切众生供养，这个才是真心的供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善男子，汝是菩萨圣者，他说除盖障菩萨，你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大菩萨，非圣者，就说你不要执着自己呢，因为得到了这个教法就很骄傲。有人呢在金刚圣里面呢都是喜欢听仁波切，你传我一个秘密的，只有我知道， only special for me, nobody know that, 这个是有问题的，这叫贪啊。所以这个法师就告诉除盖障菩萨说，虽然你得到这个殊胜的教法，但是呢你要想啊，对不对，
你没不要执着自己了，很炫耀。所以他说非顿号，连非圣者，圣者的概念都了不可得，这就是空性的叫法，待会后面我会讲。好，接下来再看物二还供本师，彼除盖障复以价值百千珍珠璎珞供养法师，彼法师说善男子，当听我言，你应该拿此供养谁啊？释迦牟尼如来印证等觉。这有一点像普门品，对不对？所以你看真正的老师哦，南传北传藏传，不管红白黄花，不管中国八宗啊，你第一个都要感恩释迦牟尼佛。假如净土宗的人你都不感恩释迦牟尼佛的话，你啊要好好反省，你只拜阿弥陀佛却不供释迦牟尼佛，你的念佛也是有问题的，都是凡夫的分别与排斥。你看这本经就告诉你，任何一切的众生在这个贤劫千佛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你都应该感恩，所以不要忘本师。所以我们一开经器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悟三速返金舍，而时除盖障菩萨头面顶礼法师以后，非常欢喜，心满意足，就着此彼而去。接下来他复往回到印度的奇陀园金舍，然后呢顶礼释迦牟尼佛佛足。请看就像下一张图片，回到释迦牟尼佛法座，清理除盖障菩萨顶礼释迦牟尼佛。好，接下来再看下面经文，看修心是最重要的根本，具足正知正见，这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中国我们也有道次第，中国不是没有道次第，华严经讲性解行正，藏传佛教讲见修行果，字不一样，其实他讲的内涵都相同。你要有正确的见地，虽然你想修行，可是你若见地走错的话，你修行也会走错，那你菩萨的六度万行也没办法成就。最后呢，你花了很多生命精神体力，可是啊，你却不会得到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果。所以在白教里，伟大的冈波巴大师他的经论呢，浓缩四个字叫见修行果，其实就等同中国华严的性解行证。假如你多读一些经论。好，接下来因为讲到一段，对不对？好，那前面讲这个比丘呢是那个是有太太的啦。好，这里呢师父多说几句我自己是出家众，我对三宝很恭敬，我对于比丘尼我也很恭敬，我不会像有一些法师硬要把比丘抬得很高，把比丘尼给贬下去，不需要。虽然我们教导在家居士要恭敬三宝，但是作为法师也不要太狂妄。为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有恒河沙数人都在修行，不论在家出家都能累积无量的功德。所以普门品讲应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而为说法。可是很奇怪的是，所有东南亚的莲友都念这个经文啊，你嘴巴念啊，可是你脑筋里啊还是会排斥。当然你也不要跟轻易跟一些奇奇怪怪的在家居士学，因为真正学佛法他是会恭敬三宝的。可是菩萨会不会化身为在家居士呢？有，我今天就跟你介绍四位大菩萨，都是菩萨化身来。第一个看民国时代夏莲居老居士，他就是一生弘扬大经，他定中见过阿弥陀佛十几次，他是上品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他一生见过阿弥陀佛十几次。当然弘扬无量寿经，东南亚有些人赞叹，有人批评，甚至我也知道出家众里面对汇集本有意见，没关系，那你就毁谤你的佛法吧，个人修个人的啊，在这里我就不说因为无量寿经有五个会议本，其实五个呢都可以利益无量的众生。接下来再看黄念祖老居士。好，我现在可以讲，抱歉我今天本来想讲故事，但是我看到现在时间我心脏突然又不太好了好，我就没办法讲，以后有机会再跟我讲。可以告诉各位黄念祖老居士是观世音菩萨承愿再来的，
真正观世音菩萨。那你又说，师父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不会打妄语，我在这里全部都有佛菩萨天龙八部，我讲的都有根据，只是我没有时间讲他的故事给你听而已。他是观世音菩萨再来，你看这张是他集禅静密于一身，他禅宗的老师是虚云老和尚，密宗是白教若那祖师，红教白教若那，对不起，红教若那祖师，白教贡噶活佛，这两位是他的老师。净土宗是下莲居老居士，所以他一生禅净密三宗都通达，他写的书流通全世界东南亚，纵使你到北京佛学院，他们也是读黄老居士的书。所以你怎么判断？写下来，判断是他写的正知正见是不是跟佛一样。所以你得学佛法，你不背学佛法，那你当然就很好骗嘛。一个神通，一个感应，一个人说哦，这个人开悟了，一个人说他有点通，那你就跟着去了。那你要看他的知见是不是一样。接下来再看台湾印光大师的弟子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严格说他也算我师公，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做梦梦过他，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他弘扬儒家，弘扬佛家。儒家他觉得人要做人，中国的文化都断了，那在所有大乘佛法里面他都通达，他也讲华严经，也讲楞严经，但苦口婆心都劝人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他往生的时候呢，也是预知时至，请看他一天跟主席啊或副主席跟平常都一样，他白天都要上班的，他在大乘殿上班，对不对？他是在就是国家的这个儒家文物机构里面上班，晚上呢还要上课，然后周末还要为众生讲经。然后他60岁，他有结婚，但是60岁战乱的时候，印光大师跟他讲，你跟台湾有缘，到台湾去弘扬大乘佛法。他60岁一个人来台湾，当时大陆的乡音很重，他先用医药布施结了10年的缘，70岁以后才开始大转法轮。他有很多故事啊，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好了。因为他是大陆人讲经，刚开始一讲经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啊斋公斋婆很多，儒释道三家分不清，然后呢他讲经很欢喜，有大陆的还会做笔记很认真，那出家众呢也有听，然后他很认真，身坐的时候先顶礼三宝，顶礼完以后顶礼出家众，他不是坐正中间，坐旁边讲经，就像司仪的位置，可是他可以讲大风广佛华严经，哎，你能吗？然后呢有一次他讲，那当然呢因为乡音比较重，法缘啊也会不一样，有来的人，有一天他讲一讲呢，讲到这只剩一个人，他还继续讲，他对着虚空一直讲，讲完以后他说谢谢你，他说老师对不起，我是来关灯的。你看弘扬佛法的愿心不会在乎人多少啊，对不对？中国讲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啊。其实啊主席一直赞叹我，其实不是，大家的法缘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我只是一个传声机跟各位分享。结果呢他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他往生前1年前他就预知时至了。很多的中国古代祖师都1年前或3年前他就知道走，广清老和尚要往生前3年前他就知道了，弟子跪他求下来，师父众生很苦，他说好吧，那我就等你们3年，3年以后我传一次菩萨戒，他就走了。广清老和尚也是禅净双修的，中国不是没有大乘佛法的善知识啊。所以各位啊，师父老了，你们要用功啊，真的要听到大乘佛法很难。好，接下来就要讲经文，待会会介绍南怀瑾老居士，他也很特别，这个是奇人，他通儒释道三家，他毕生弘扬准提法门，今年往生，自在的自在，说走坐着他就走了，对不对？你看看多少人在走的时候都很痛苦啊，对不对？很多障碍啊，所以各位不要轻易看清任何一个人。法华经讲龙女转身都能成佛，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在大乘来讲是平等的。请看下面经文184页丙六
观音神变，满众生愿。好，经文到这里这一个段落，全部经文都讲完，接下来讲观世音菩萨有各种七种神变。好，他有千百亿化身变不同的身，然后到不同的世界去广度众生。那这只是故事，所以我会讲快一点，但是我会介绍第一个准提神咒，请看幻灯片。丁一，过去如来同具证明。好，所以这一部经里面他传了三个咒，第一个大悲神咒，是显教的，藏传佛教也有圣十一面观音咒。第二个六字大明咒是短的，第三是准提神咒。待会我会介绍为什么司马禄观音庙这么灵验，答案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心。请看，丁一，过去如来同具证明。第二，丁二，菩萨身光可以满一切众生的愿。所以各位翻开185页，从丁二、丁三、丁四、丁五、丁六，你有没有看到师父都有画一个框框，有没有？丁二有光明，有没有？丁四有一个地势王，丁五有一个大药，丁六有一个溃化王，这个字念溃，丁七这有藩王，有没有？这五个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千百亿化身。请看幻灯片，丁三，勤念明咒可以见涅槃地，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涅槃。丁四，心所思维皆得成就。丁五，菩萨安住常思妙法。丁六，圆觉慎重研讨法义。丁七，净土庄严无可言说。好，请看下面经文。丁一，过去如来同具证明，尔时世尊释迦牟尼如来印证等觉，告与会大众说，善男子，知汝已有所得，你已经得到六字大明咒这个灌顶口传解说的教法。他就说如是世尊。这时候一刹那，佛讲经的时候有77具知如来印证等觉突然在与会大众现前，皆来集会，比诸如来同说陀罗尼。这时候念呢，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具支喃耽直陀，嗡哲利主利准提娑婆诃。这就是准提神咒。那你现在看这个字你可能会不太懂，那是因为他用古汉文，所以像二合影，就是他把两个字合起来，因为古代呢没有波波摩佛，然后呢所以它后面有刮胡，是指它那个是所谓的汉音切字，这是属于中国文学体系的，我今天不用讲，我学过这里，但是直念出来就是刚才这样准提神咒。好，请看幻灯片。禅宗中国古代呢，我去查过，若他生病或有障碍都拜观世音菩萨念大悲神咒，所以这是自在观音。同时他也念准提神咒，请看，南无屈俱之大佛母。佛母代表一切根本的意思，比方说我们都是妈妈生的，叫佛母。那西藏人讲仁波切有太太叫佛母，那是他们的意思。本来的佛母是说一切诸佛的根本的意思。准提菩萨，请看旁边字，师父查打了几个字，独步别传准提法门。好，他在大乘的经论跟金刚乘的经论里面是单独独步绝传的，因为他有77具知过去恒河沙数如来都修过这个法门而成佛。好，这是明代啊这个的准提观音。那南怀瑾老居士他们精舍呢供养的就是这个，右上角有憨山大师题的字，可见憨山大师除了修华严楞严，他修耳根圆空章，憨山大师也主修准提菩萨。接下来请看啊 ，Welcome to Taiwan。有一天你若去台湾，高雄有一个古岩寺大殿，就是供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非常非常的庄严。背后就用敦煌壁画，前面是16只手，特别请西藏佛教尼泊尔雕的准提菩萨，就是我放的这一只，非常非常庄严。这是全台湾最庄严。